肤有多脏吗？那些干净的化妆品、衣服被沾上的螨虫、空气中的粉尘、细菌，还有运动后的汗液、油脂，都容易堵在毛孔里，损害我们的皮肤，引起油腻长痘、干燥起皮、脱发掉发等皮肤问题。而水分子团的直径是毛孔的2到3倍，日常洗澡根本洗不干净毛孔里的脏东西，各种皮肤问题都是因为毛孔没洗干净。为你推荐原米 AI 燃气热水器 Alpha， 一台能深层清洁毛孔的热水器，它能持续产生微纳米级的超微气泡，深入毛孔带走脏污，清洁还能保湿，边洗澡边美肤，让你享受高端美容院的 SPA 体验。云米能够做到这一全新沐浴体验，都是因为超微气泡技术，通过纯天然物理方式将空气和水加压融合，减压释放时包括成每毫升6万多个超微气泡，平均直径只有45微米，生成如同牛奶般的超微气泡水，让你在家就能享受高端牛奶浴。超微气泡只有毛孔直径的1/4，所以能轻松进入毛孔洗走污垢，同时给皮肤深度保湿，比普通自来水的清洁力、保湿力、去油脂率都更强。肌肤喝饱水，当然细腻有光泽。要想皮肤好，超微气泡来洗澡，云米 AI 燃气热水器阿法，科技潮牌云米全屋互联家电。